这是人干的事吗？你们把我们当猪啊，当牲口吗？对啊，你上厕所是这么上的吗？来，你先上来上一个。酒店里面啊，你上来上一个，你上来上来上一个。示范一下，你来示范一下，你要给我看。你们有男有女，我来示范。你就反馈上去，我们到上海都是有住所的，我们可以居家隔离的，我们不一定要住在你们酒店的。你听得懂吗？你不能这样的，好吧？好吧。来个桶给我们，你让我们上厕所。你要上你先上。我先放。哎，拍视频。哎，拍视频，录下来。你当我们是猪？你当我们是什么？你当我们是什么？哎呀，你嘎嘎！全部都是直流旅客，没人管的，其他地方都走完了，我们都走不到。哎，说的我们不归难管，全部都是来哈气，现在没人管的哇。我的孩子就是要回去读书。我的孩子就是要回去读书啊！来来来来来。搞核酸了，我们搞进来搞。你要是搞门，什么都没跟我们讲过。哎，我们可以直接来，赶紧进来吃。你要是把它封死了，我们吃的你没有。啊，吃的搞不了，回家去搞不了。那核酸搞完，你就跟我们讲清楚，对不对？核酸也没搞，封了四天了，一天了。核酸也没搞。昨天晚上医护人员说今天给我们安排核酸呢。他说要给我们搞吗？好啊，该老家该难了不？切了不？呀，干囊哦，那个切了哦，看看。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，不受财团政党影响，真实感言。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、两岸议题，或者想要寓教于乐、丰富人生，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。订报专线0800566688。